平時大家練開嘢嘅地方就招送獎品，送出一啲 workshop 嘅名額，係一蚊都唔使俾嘅。咁你頸渴嘅問題攞嚟飲係絕對有。咁就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參加 BC One 啦。我哋冇一個跳舞人係同音樂冇關嘅，一定有個細細啲嘅喇叭喺你身上面。咁呢一個 yell 嘅喇叭咧，係有藍牙噶嘛？係有藍牙，正嘅嚟嘅。咁如果你係，除非你喺廟街或者兩街買嗰啲渣渣喇叭嘅啫。咁但係呢啲 OK 嘅，可以同你朋友練嘢嘅時候咧攞出嚟用。其實是一定要多謝咧，喺咁差嘅環境情況之下都會 sponsor 呢個活動咧。講緊係以 breaking 做一個主題搞活動咧，啲 sponsor 都贊助。希望你記得到要多謝 New Era 啦、飄馬啦、音響會有 Yell 啦，仲會有 Dusty 本地製作嘅 Dusty 手錶啦。然之後咧，最緊要佢哋好經常中意隱姓埋名嘅，要多謝 Red Bull， 因為佢哋。